爷，我给你发了个视频，你看一下，我那个新歌的那个 MV， 你看一下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改进的，刚刚发过来的，你看一下。我也想看啦。让你看个视频 MV 那么垃圾，真的是不是垃圾，是吝啬啊，是不舍得呢。我连我老婆我都没发给她看的，你让你看，真的是。来，我们分享一下那个 MV， 从手机里面看一段先啊。哎，算了，快点过来啊，一起看一下嘛。这个好像放不了全屏的，是不是？放不了。歪过来。哦，歪过来，我可以反过来嘛。这个新歌的这个 MV， 我还没发给翠花呢，因为这个女一号是翠花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是不是挺帅的？帅到了。你赶紧去申请一下那个卡，好，要不要等一下你就连 WiFi 就帮我看一下啊？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完整版的话呢，请大家点下关注啊，下一期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完整版的这个新歌 MV， 到时候呢我也会上传到其他的音乐平台，这样子当然了也会上传到西瓜视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啊。这首歌呢也是我那么多原创里面唯一一首歌是有这个 MV 的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发给翠花看她是什么样的心情，因为那天跟她拍了整整一天，早上7点钟就出去拍，拍到晚上的这个8、9点，然后才回来。经过了几天的这个制作，然后这个 MV 呢也出来了。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太帅了，真的。走，拿去给我老爸也看一下。爸，我被你带去洗吧。我看他跟他看能不能看得出来是我们两个。带着 game 好。给你们聊，拿给你们。他说看见我的人看不见这些字。这个是我的新歌拍的这个视频。你拿着，你拿着。干嘛？奥特曼掉了吗？嗯。帮帮帮，帮你捡起来。那，这小子那个伤口也好多了，还是这么调皮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是这么调皮，跳来跳去的。我发给你。我发到你手机，然后你那个卡是可以随便看的，上次我帮你申办的那个卡不用连 WiFi 的，大把流量，我发给你。毕竟是个处女座的 MV， 还是比较激动的。我发到你手机了，你可以在你手机上面看就行了。发给翠花先啊，给大家先分享一小段吧啊，要不然说等一下吝啬不给你们看。可以了，你不要老扯我，你想让人家多看一会都不行，你打你哦啊，打你，你这么调皮的，上去，做完了，烦死你了，真的是。好了，就先分享这么一小节啊，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下期我就给大家更新一个完整版的这个 MV， 好吧？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个两夫妻的这个支持啊，也谢谢大家的这个一路的支持与陪伴。
上传了记得帮我点赞啊，转发啊。还有就是这一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《听爱》，大家呢也可以去多多收听啊，好吧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